哇，今天的网看起来不错。下午好，还下午呢，现在应该也算晚上好吧？不错，今天网不错，希望他不会打我的脸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不等各位来宾，这是吃播呀？你们都不看题目是不是？我今天的主题是吃播，刚刚从食堂打上来一盒新鲜的饭，我都要饿死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食堂都有什么，其中我最满意的就是咖喱鸡翅，这个咖喱鸡肉土豆。为什么在减肥吗？这里，然后还有黄瓜炒鸡蛋，还有中午剩下，就是中午没吃了又热一下重来的一个韭黄炒鸡蛋啊，反正都是鸡蛋，我觉得鸡蛋还挺好吃的，就都打了一点。饿死了今天，因为早上我就是会吃不进去太多，然后。我吃饭永远要掉东西。原来是这样呀！哎呦，回忆起了上学时的那些日子，就是一到月底，就是真的只能靠食堂饭卡里残余的那些余额。好的，下次可能你，哎，下次也有点难，感觉。下次的票可能也有点难。太惨了。下回月初我们要把饭卡里的钱充的满满的。人家叫张玉明，你怎么跟我大学老师似的？确实回家倒是挺好。晚上好。虽然我爸爸跟我讲"食不言，寝不语"，我决定咽下去一口，去跟大家说一句话：谢谢你。吃的食堂啊，非常健康。我要不要把今天的菜谱打到我的公告上呀？谢谢韩诺的巧克力。那什么呢？谢谢维他柠檬茶的奶茶。咕咚咕咚。如果我在嚼东西，我就跟大家说手语。那怎么会这样？被洗脑了呀，一些。对啊，今天我就是，因为我打了车嘛，然后太饿了，就是想去便利店买个烤鱼丸吃，结果没想到我从便利店出来，然后就撞上了他们，他们后面好像还有，听他们说网易也出来了，太巧了，就是一波又一波，
我白夸这口袋了。我刚开播的时候，它的视频码率是2000多，然后视频的帧率是20，现在又下去了。现在视频码率变成了1000多，视频帧率变成13。我现在看我自己已经觉得有点卡了，怎么办呀？为什么你？我听说我今天还在抖音刷到了那个藕粉，就是全靠技术冲。好讨厌这种人，我之前也是。高中的时候看他们比赛，我就是感觉那种人太恶心了，太脏了。MC 为什么了呀？大家对我都很好。天呐，找不到血管，可能也是个人体质问题。我血管超级明显，从小，我的妈呀，这也太恶心了。作业进度在你，哎呀，我算是比较省心的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会特别快，就是找到我的血管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个看不清。谢谢向日葵爱上太阳的光吧。对，这个点都在吃播，被你发现了，嘻嘻。好聪明。有看今晚的直播吗？今天下午的。就是能感觉到大家就是好像都没太听过这首歌的样子。可能是因为我吃菜的时候头都在外面嘛。阿姨的应援，确实是非常古老的一首歌。太差了，怎么还能打哈欠呢？多有意思呀！我跳的可开心了，但是虽然可能那个镜头没有拍到我，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拍到的，啥时候没拍到。对，应该算是古老吧。这个点午睡，为什么呀？一般正常的健康的午睡时间，难道不应该是下午，就是中午12点多到下午1点多那样？确实，我们之前也没听过，就那个阿星他们几个知道。谢谢阿宇的荧光棒。那就是你太不健康了。哎呀，还好今天是周六，今天要是周日，我就劝你去写作业了。确实，毕竟我们都是。谢谢巧克力。那天夜总开会的时候还说什么疫情的事情。说他本来要去看德奈的演唱会，我当时心里，呜、哦，羡慕死了！我可以给叶总当一下那个保镖什么的，可以带我一个吗？这个时间，哎，他要是再晚一点就好了。这个时间我肯定是没时间，太难了。
12月下旬，两眼放光。如果它是在圣诞节之后就好了。会不会正好在圣诞节的时候？那就那说明你没吃饱。我也希望。不是说已经清零了吗？今年圣诞节考研这么晚呀？往年不都是20考完才圣诞节吗？吃的食堂。我知道你是想喂我吃烤地瓜，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又来了，我还以为已经……哦，不对，是我家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是我家那里清零了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今年过年能不能回东北过呢，还挺想回那边的。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太大了，总不能让他们大老远从东北跑到深圳，太难了。地铁门口的烤鸭多少钱一个呀？太黑了吧？那我去地铁门口卖，我不是赚翻了？谢谢维他柠檬茶。我现在愿望不多，就希望快点过去，然后进去能正常的举行，mini live 也能正常的举行，mini live 倒是应该不会取消。它这个地瓜是多尊贵呀，主要是进去我就是，哎呀，就很怕，因为之前总选的时候那样，就是觉得很没有气氛，就是没有观众的话，少了很多东西，就是觉得。20一麻袋烤好的吗？他怎么烤的？他带着麻袋一起烤的呀？你们忍心吗？我还想说给你们一人准备一个烤地瓜的，你们就这么对我呀？1月21号。对呀，因为今天想早点播，就能早点把那个头发松一松，眼镜脱一脱。对呀，就是烤红薯，我们就是不同地方叫的名字不一样。去写作业吧。那我自己在上面吃烤地瓜，我唱完一首歌就吃一个。我不光吃烤地瓜，我要给自己点上超多好吃的，我自己吃，你们看着我吃。那我就是买各种类，怎么可能？你们都不打算给我买奶茶？啊，那么晚还上课呀？我还以为那个点儿大家都已经放假了呢。哼哼哼。榴莲我倒是可以接受，螺蛳粉我也喜欢吃，只不过感觉螺蛳粉没有榴莲的那个香气清香，呵呵，更重一点。完了，应该还打嗝呢。因为我吃播呀，怎么？对，别有风味的，只怕到时那天在里边准备公演的小偶像都被熏死了。看出来这个直播间真的很卡了，我感觉我的动作都是那啥的。
老鼠会爬那么高吗？不知道耶。嗯哼，养眼，对，我接受不了。这是蛋哥。我就是有的时候能接受，有的时候我能吃烤的，但是不太喜欢吃那种清汤锅里煮的。如果是辣锅还好，或者是那种羊蝎子火锅还好，但是如果是别的样子就不太接受了。黑暗烤串，你不吃牛肉就算了，还不吃羊肉。烤的我还是挺喜欢吃的，因为我觉得烤的还很香。对，就是味儿多一点的可以接受，但是如果是纯羊肉味儿，有点受不了。天呐，好黑暗，我接太难接受了。我当然一碗水端平，我都非常想看。只要跟我没关系，我都很想看。哎呀，太魔鬼了！因为这首歌我们排的特别紧张，特别那什么，因为人不全嘛，然后队形都是我们自己排的。咱们跳过这个话题。实在是 跟我有关，你们能立出什么 flag 呀？你们安排我看不见，我不知道，没经过我同意，我就没有什么东西。这个你们不用着急，这是早晚的事儿，就是主要是，老师还没给我，对。骑士现在是最 就是别的 unit 可能都要抢提前预定，就骑士是，就是大家心不甘情不愿被分配到这儿，这样子。跳公主倒是挺好的，也不知道怎么说呢，可能因为舞蹈就是它比较，它不是那种特别帅或者特别性感的，属于一个很 说不清楚的类型，对，就是纯好玩儿那种，去吧。所以大家都会想挑战一些比较有难度的，或者好特别的嘛。确实，好像之前也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，就是那天，好像面具的三个人都是跳骑士的一天。面具还是面具，什么意思？挑一个干嘛呀？还少，我觉得我们对还挺平均的吧，大家都可以当官，难道不是吗？大家都有这个潜质，都有这个潜质啊，就像大家也都可以当花一样，嘻嘻。
支配人打牌，喜欢打牌。喜欢这个舞，但是我想想，我得可能，真的很帅，所以我就很怕跳不好，就会很压力很大，就是觉得要看哪周时间多一点，而且主要是打牌，大家都在抢，一整个非常抢手的状态。报告。吃完了，小女孩就算了，我是女孩，小吧这个词儿怎么说，好像都不太符合我。眼睛小倒是符合，吃下一个，好嘞。天呐，给大家看看我的，上次特别馋，然后就在网上买了这种，大闺女，救命！看一下我的，你有事吗？去丢个垃圾。大姑娘，行，哦，你就是它是跟就是那种用大米榨成的，对，我也是小时候超级喜欢吃，而且小时候的那种都是新鲜做出来的，特别香，这种倒是也好吃，但是确实少了点感觉吧。丫头，丫头，你要去哪儿？你知道我想看看这个的录播。应该现在这个奖应该有了吧？啊，Pad 忘充电，没奖。就，晚上好呀。左手一只鸡。有啥用处？哦，米花棒也是那种，然后它只是卷成了一个棒子，嘿嘿。枕头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，一二一二一二哟。哎，怎么连不上网了？米老头，哦，应该是。对，是那个。然后它本来其实是这样的，但是我后就是今天公演完，我嫌它太疼了，就摘下来了。好的，友友们，我又开始卡了啊！我牙有几根。现在呢？速度七十迈。心情是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琴海，真的希望。我搜终极任务出来的第二个视频就是，我的头呢？我没有头吗？你们发说什么了？好，请那欣我就赏不动。最后一首歌曲，在你变成清醒之前。我看见了，谢谢你。
哎，这两步道走的。哎，我是点踢出房间好，还是点禁言好呀？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踢出房间和禁言有什么区别呀？啊，禁言吧，踢出禁言的话，他还能给我送礼物，进踢出房间就不可以了。就是禁言的话，他是还是能看到我，但是他就是啥也说不了，他只能送礼物。哎，我怎么不说话呢？我在就是特别认真的欣赏自己的美貌啊，勿扰。一定能够看到你精彩的表演，一直到在你想要变成星星之前。谢谢默默的荧光棒。化成粉红的鲜艳，而你也可以改变，和发芽的梦想都会实现。真的好像新宝岛啊，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，谁懂？
哈哈，哈哈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，掩饰而不见，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？顺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演很厌倦？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，忘词儿了。看到了你白天发给我的截图，就是公演截图，是这个吗？哼哼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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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看一下那个啥，啊，哎，这啥光？对，圈圈爱你就行。小周今天现在不在呢，去写作业吧。哦，我咋没收到呢？你不会发错人了吧？哎，我看一眼。这是吗？嗯。他太小周了。谢谢孤寡。怎么没用我的音源呀？哎，这句词儿实在是跟上一句太容易混了。你等我下播的啊，下播就给你放回去。谢谢荒唐。说话嘞，哇！我要被没事。我怎么感觉我们后面的那个 L 后面的那个冰瓶的内容换了呢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不是 C1，我是那个叫什么红娘吧？世纪佳缘。
我能知道是谁吗？还是？天呐。Oh my god！你加群了吗？加群的话，就是多冒冒泡，他们就会那个啥，转圈圈说，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了，怎么就有印象，有印象，哇，住九九，笑死。就是，而且，但是我又没做什么，说我是红娘，好像又有点太抬举我了。我好像也没做什么，传旨啊，不对，苏公公传罪人孤寡觐见，谢谢司机叔叔，如今。啊，那叫什么？如今宫中有喜事，朕决定大赦天下。等会儿，等我直播完的，别着急。冷漠敷衍太明显，这是啥字幕？谢谢陈晨晨的巧克力，哇！确实是很有意思啊，谢谢你了，谢谢您了，有劳您费心了。我看看，哦，这个看到了，行。做个心情实验，有，给你整一个什么？这得靠自己啊！我只是，怎么说呢？我只是个搭桥的，你们可以通过我认识很多人，然后这时候就要靠你自己去寻找了。对，要看缘分。三分天注定，不对，三分靠张月明，七分靠缘分啊，有缘才会在一起。对，就是不能强求嘛。已经吃完了，已经吃完得有20分钟了。我看你干啥呀？你得找，你找你 CP 去。哼哼，爱拼才会赢。没有，没什么，就是意思就是，你们可以通过我认识很多人，但是至于能不能找到你的那个他，就还要靠自己了。哎呀，着啥急？我不说了，直播完就那啥吗？直播完就放你出来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我不可以那个言而无信啊！我都说了，直播完放你出来，不可能直播的时候就把你放出来，这多过分呢！谢谢海王的荧光棒。我一会儿我选个吉利的数字下吧，因为我一会儿要下播去做一个去办公室做个测试。为了赢鸡腿，不是，就是为了我们公司的美好未来发展啊！我要把我的口红擦干净，然后还做个测试。哎呀，我这自带的唇色也挺好看的。三分天注定。
那酱婶吧，我再搁这儿唱两首歌。嘟嘟嘟嘟嘟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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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种太阳。我有一个，谢谢陈振平的荧光棒。虽然不知道唱啥，感觉就是我平时比较擅长的歌都唱过800遍。啦啦啦，那我就唱难听点，它就不好了。哇，这首我喜欢，来清清嗓子。嗷嗷。卡死我算了，我还以为我连到隔壁的网了呢。I wonder why, I wonder how. Oh my God, my 直播间 is so 卡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就下了，你出去玩吧。哦，我的天呐，这个 Internet 真的是不太好呀！你们就当电台吧。噔噔噔，对，自己脑补一下。莫文蔚的阴雨天呐，我唱着歌，你是。否心疼，撑起真的太聪明了。失恋，我们情人变陌生。爱剩下心酸，热情总会变冷淡。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。爱变得苦涩，桌上一片温柔。平静以后，能否看见港口？怎么唱情歌？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。怎么我哭了？因为懂得寂寞了。怎么唱情歌？笑着唱完，也许就好了。至少我记得那些美好的。怎么了？太悲伤了吗？确实，像我为什么这么毅然决然，是因为我已经毕业了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就。张惠妹的，我要快乐。一个人的时候想你了。王菲的歌，给你呢。有时候情歌注定伤人。实习期已经进来了呀。剩下心酸，热情总会变冷淡。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。
海边的苦涩灼伤一片温柔，平静以后能否看见港口，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，怎么我哭了因为懂得寂寞了。谢谢海王。笑着唱完也许就好了，至少我记得那些美好的。不要 emo， 哎，虽然说我确实觉得 emo 是就是人之常情，但是不要。唱什么呢？我的首页推荐的都是这种悲伤的歌，有什么不悲伤的但是又会唱的？谢谢小团的荧光棒。藕粉没救了，救命。肢体搞笑，谢谢你。哦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呜、哦、根本的不会唱。看看我意见，我居然点了152首歌，我都选过。我看看，总会找到一首开心的歌。那我唱《想去海边》哦。能不能和你去？就是今天嗓子状态有点不太好，刚才在睡车上睡了一觉，然后结果就是醒来的时候感觉嗓子好疼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太干了。没事，那要不我给你找个人陪你。哎呀，怎么就开始了呢？嗯，我想要重唱呀。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。啊，太低了。直到出这个声。下一句开唱。其实不需要深刻的语言，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就当是最后。嗯，好低，我给它调高一点吧。指尖还有冰镇汽水的甜，猜不到你给谁。下一句啊，下一句一定。我可不可以再专心一点？请你不要心不在焉。黄昏夕阳还有远方。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，像人海平线，余晖消失之前都不算终点。曾经的关于以后所有的幻想已经太遥远，被我们丢在身后的时间。哎，这首歌，谢谢巧克力，你可都给我吃大嗝了。就是这首歌，前面太低了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，听了好久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还能唱的那种乐队的，虽然总听，但是很少唱。哎呀，唱错。你们有什么推荐的歌吗？嗯，把你了。嗯，不是，这车都是英文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对对对，宝贝，我的宝贝，宝贝。行，那就拿这首歌当那个哇。嗯，哎呀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。这个要带口音唱啊，
人家叫你永远是我的宝贝，但是我好像前面不是很会唱，我先开个原唱吧。陌生人点亮心里的灯，对与不对寒冬的陌生人，陌生人掉入沼后尽力拼命向前追，你想很美别急着去枯萎，痛苦都不会用痛白白受罪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。嘿，累了就先睡。哎，那个在哪？没长得很疼哦 no 假的宝贝，没虚的谁都会吹，注定的有血有肉的人，多大声无防备，我不要你孤单面对，我已没有睡，我不要你有一个人，哎哎哎哎哎哎，我说过我不要你孤面对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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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说过我不要你有一个人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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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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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关进去，宝贝宝贝，让他唱吧，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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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唱得多大声能毫无防备，我不要你孤单面对，现在没告诉谁，没来呢，他对你很忙。嗯？哎，怎么受不了那个音效了呀？哦，在这里。你永远是我的宝贝。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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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再唱最后一首歌，用这个就唱那首歌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哦。唱什么呢？就这个。是的。哎呀妈呀，已经开唱了。很后面。冥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，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，
回忆的画面，在等着秋千们开始补天。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，我是命运的钱，就让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，想象你在身边，在完全失去之前。哎，我换音效了呀，听不见吗？好吧，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，只让我们相恋。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，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接。哎呦，我应该戴耳机在搞的，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是什么呀。再降一个调，有点高。咖啡离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。明明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回忆的画面，在等着秋千们开始补天。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？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，想象你在身边，在完全失去之前，渐渐放下会走更远。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，只让我们相恋。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，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接。哎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谢谢海王的荧光棒。要我怎么见。吼，哎呀，夹耳朵，夹呀夹呀夹耳朵，谢谢孤寡的荧光棒，知道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，谢谢向回来看太阳的玫瑰花。咖啡里，怎知又碎了夜的光。啊，这什么奇怪的要求啊，真是搞不懂了。揉碎了夜的光，危险派对是什么呀？哪首歌？谢谢海王的荧光棒，是想让我放你出来吗？谢谢维他柠檬茶的巧克力。是我不小心就揉碎了夜的光。再想一会儿去录什么呢？我已经，哎呀，你来晚了，我刚才都已经吃完饭了，笑死！
笑死了，不行啊，太差了，这才多长时间，才几秒钟啊，太差了。哎呀，就是说吧，我其实该下播了啊，我去办公室测试一下口红，希望色儿别太难看，我还要上来拍会儿照，嘻嘻。是我不小心就揉碎了夜的光，还是什么我也不记得歌词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击个手。哦耶！哼哼，太差了，太差了！击掌吧，快来试试看吧，快来试试看吧。谢谢古寡的荧光棒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来，欢迎下次光临。错过已不是谁的过错，创造悲欢离合。我记得以前我玩过特别好玩的，就是跟我朋友说。我说我发现，不管说什么话，我都能唱出来，就是这样。那个感觉回来了哦，手感来了。下次直播咱就是这个主题，你们就是随便唠嗑，然后我就是看你们唠啥，我就随便唱。机 长吗？Give me five。10年之后，谁会记得最难的习题，却难以忘记。毕业那天，满满的回忆，感觉自己就像明婷，明星不停的签名，明婷是啥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了，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要。对，欢迎多来吹暖气，吃烤地瓜，哼，拜拜，再见了，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别为我担心，我用快乐，我只会作假。안녕 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呀妈呀，哪有粉这样的粉丝催我看美女的，真的是。拜拜。